梁王，再骗王云爸爸。啊，不知道。你没报你干嘛？要上吧，还有上啊，梁王。刘一找梁王搞那些武士山的，要不然哈？要不然呢？你都抢了，你好。找神明得意。哎呀，不是万七啊。那样的话就换我做你男朋友了。 你留的这砖头就是想造反，杀！田荣跳舞，造反，反好这回跳舞，这种人命，多让你这回来。小白，李先生，睡觉起来，台湾就不一样了。 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不要再住在这里，不想知道为什么。原来我们都变了。我们都在指头骨上。改天大家约出来吃个饭聊聊天就好了。我们三个一起吗？ 自由活着，却被生活捆绑着，拥有太多却不够深刻。晚上，大家像以前那样在一起，不是很好吗？友谊长存。